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欧玛。近期呢，很多大型的国际私募基金呢，在房地产上面动作频频，而且呢，还有很多知名的影响力基金成立了，房地产部门的蓄势待发。我相信呢，这些资本玩家一定是看中了某些潜力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国际私募基金贝恩资本做了些什么吧。咨询为一所全球型的管理咨询公司，为管理咨询三大巨头之一。后来于1984年在美国波士顿成立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贝恩资本，目前管理1300亿美元的资产，在上海、香港、东京、纽约、伦敦等地都有分公司。贝恩资本长期致力于科技产业的投资，从2017年成立生命科学基金以来，投资多项早期或价值被低估的潜力生技公司，更成立房地产投资业务，在美国投资生技实验机构物业，成为这些生技企业的房东。新冠肺炎引爆疫苗竞赛，大量的资金投入顺势带动生医企业的厂房需求。重量联行 CBRE 最近研究报告指出，今年截至五月，全球生医型不动产投资额达$110亿，这些生技公司获得创投的资金时，便需要实验室空间，以便尽快交付产品。对生技的投资可以说是一波能拉抬经济的浪潮。看准这波商机，原本就掌握生技投资发展的贝恩资本，利用既有的丰富经验，为公司房地产业务直接带来大量的机会，并且作为房东角色更是有利的。毕竟生技产业有时不是零就是一百，作为房东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。在生技公司发展初期，厂办厂房多采承租方式，将资金投入研发，但伴随产业开花结果，企业就有能力买回厂房。而且生技产业通常能生成产业聚落，光厂房设备的建置就能带动生命科学、医疗保健、消费者零售工业的相关投资的发展。台湾目前商用不动产生意部分的买方还有承租方的交易呢，每年都不断的在快速成长。那贝恩资本呢，从2017年就开始布局，也算是对 ESG 地产投资的一种。那我相信未来全球对于健康需求呢日趋重视，相关的产业还有不动产的投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。所以在 ESG 地产投资部分，其实它的发展还有变化是非常的多元，大家一定要持续的 follow 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，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，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 stylish 的资讯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。